每个歌手会匹配两位选手。我们来猜一下今天谁会留局。这么残忍，这一轮选完他们就要一直绑定。这个环节多多少少其实是有点压迫感。如果你选择我，我会尽全力走到最后。我想说谢谢，谢谢是拒绝我，发好人卡了，我要走了。这个状态我觉得大概率不选。哦，不对呀、啊，哪有妈不要孩子的呀？好残忍呀！我想问一下，我可不可以问他们已经定的选手？就还可以抢人的？别吧，好可怕！我们可以改变所有人对音乐的看法，不只是流行跟 hiphop 结合。我超有信心。如果是我，我就出来。导演，我觉得这一套停一下。完了，不顺了。这个才是真正的真人秀。